哎，所以 S51 的分房是到十阶哦。啊？你自走的分房是到十阶哦。应该是被带上去的吧？哦，我说你只有这台哦，有什么？那个他车说子你啊，最高阶到哪一台？八阶啊。哦，屁，我的屁，怎么办？200多哎，快那个。嗯。哦，我下一场不要玩了。不是啊，因为拼得论得，这场我们看之后再说。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把 C 啊？他是我之前工会的朋友，然后就跟着我到这边来了。哦，我是个过客，浪。好。哇，真的累个，玩不下去。哦。扎克，真的看到了。你有装第六感？有。我是说。这样的，我自走炮没有。啊，算了，今天平台搞了，开机一下。其实我也很怕我一炮被自走炮打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差点被打到。这是一炮被自走炮打爆吗？天、yeah.！甲现在不知道往哪走啊！对啊，我超讨厌自走炮。干！我干，我要死了！大家都死光了，对吧？换车吧。好啊。有人有在玩五阶吗？我有六阶，我五阶就清弹。哦，那就六阶。他走掉了。好吧。克伦威尔吗？啊，蛮不错玩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克伦威尔蛮屌的，填弹速度超快。只一。移动准度很差，哦，四个牌，
你最高的车是 IS 三的。对。好。啊对，哦，开心场了。你刚刚突然下线了，因为我重开机。哦。他说可以。我打标题。跟新游戏什么不一样？哇，有坦克吗？对啊。我等一下我打标题，我打标题爆了。我天啊！刚才我一直在做重复的动作，完全无法控制啊！等我们重坦线崩掉了，哇！这一场，所以你玩英国线跟苏联线？嗯，对。我是美国跟法国。美法。其实美国我有玩到 Hellcat 啦，只是不常玩。哦，那不错哦。自走啊！我先开一场 DJ 场试试看。现在 DJ 场都是一堆高手了。Track hit, target acquired. 呀，我害怕。We're done for. Everyone get out. 好死了。哎呀，那个有台泰哥哦，知道，感谢您。哦，哈，发户，差点就差那么一点，我也是被他打死了。你要煮汤。什么？你先咬我好了。好、啊。宝剑。好，宝剑。是要这一台，那台好用吗？就榴弹炮、啊。那台我没有那台、欸，我还没用过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开个机场就有了。穿身蛮猛，不是穿身的伤害啦，在三阶场。让我看一下，是榴弹啊。
我先处一下他的后勤。有请他高画质。HD 化。HD 高画质。你知道 T8 原本是直走化吗？知道啊，他打出去就有抛物线啊。对啊，然后他弹道把它改成曲折。所以要玩这弹、啊、道超难追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工会有一个人啊，他也是我们的同学。然后那天他第一次打 BT7，然后第一场，然后就拿 N 牌。干塞狼，他杀七台、欸，而且他第一天打。他是之前都在玩流炮啊？没有啊，就可能运气也好，也还不错吧。运气哦，这场是两边斜坡冲下来，这场很刺激。哇、哦，然我停岸超久的，所以这田庄很慢吗？没有，你们田庄五秒，五秒，啊，我好像五代一零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十秒，速度快吗？哎、欸，你应该有玩过这台吧？你们速度中等，算快，起步很快，在三阶车算很快。这台我是没玩过。你有玩过 T82 吗？你们是有美国线的？有啊。T82 啊。哦，有啊，T82 有。T8 那个射角很大、啊。对啊，而且它一炮可以杀死一台车。够了，我还有几圈。平面的自走炮。开始了。哇，这速度真蛮不错的。真的很强。哇哇哇！对面好一目了然哦。对面真的超一目了然，一样爆屏，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看啊，这准度好差啊！他准度很差，不玩了，真的我不玩了。说的，你爆屏了吗？看啊，这准度超差呀、啊！你加几枚啊？十枚啊，我之前不会爆啊，现在就是狂爆。为什么？我家才六枚。知道了。是有人在用 WiFi 吗？对啊。是有人在用你家 WiFi 吗？呀，50伤害算高吗？50应该算蛮高的。哇，都是炮声的，嘣嘣嘣嘣。我差点把你给杀了，我差点把。这秒我有做零损，哇，这瞄准超久啊！快死了！哇，好多弹夹炮！这台车有装甲吗？没装甲，就 PT7 而已。哦，我被 PT， 我被他一炮打爆哎、欸！我血量只有160而已，我被他一炮打爆，完了完了，八滴血。天哪、啊！这场好小、哦。他要走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是怎么认识工会会长的、啊？就刚加工会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常来的啊。对啊，你是怎么认识他？哦，就还早、啊。就他不都在 RC 吗？
对啊，在阿斯那时候也没几个人啊，嗯，所以就认识啊。哎，所以说雨枫也要玩吗？他下了，哦，他下了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他好友，我不知道。哦。我看看，哎，他下了，真的。哎，CDC 是八阶对啊，八阶是。哦。哦，我一直以为他七阶。哦。它速度蛮快的，嗯，可以这么说，优势。当初广告打很大啊。机动性很高啊，可是它很薄啊，所有法国车都很薄。嗯，伤害应该蛮高吧？伤害了，哎、欸，没还有了，OK，穿身了。翻身还 OK 啊，210。Time to roll out。翻身210，翻身也好像也打不穿你正面吧，打不穿你侧面吧，我不知道。我穿身是225，我才210耶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有些重弹我打不穿啊，我说侧面哦，我不说正面。3正面我有时候打得穿，看运气。瞄底盘呢？IS 的底盘都打得穿。嗯。嗯，你是高雄人吗？台北。哦，被断裂啊！开一个。你过得去吗？在完了完优了势的完状了态，完了完了，你履带被断了，他会自己打，哎，然后自走啊。天哪，这好惨啊！
没能把那台胎哥收掉，真是我最大的不幸。他就剩那么一滴滴血。哦，你收掉了吗？掉过啊。我最近蛮喜欢 AT2 的。AT2 对啊。你说这个？哦，五阶驱逐。我可以开三阶吗？还是我开六阶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啊，那你没有五阶哦？没有。哦，那就算了。我五阶只有这个。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哈哈哈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也有。当初无聊就打说五阶下车，有比较有兴趣的都玩出来了。哦。你还有哪一国的五阶车吧？五阶吗？哦，还有神车啊！神车哪一台、啊？这个啊 ，KV One 哦，神车，好都可以啊。可是我是轻坦。对啊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好，那走。我还没有看过两台 NX 一起跑，因为我一个同学玩轻坦玩霞飞。那条线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长，他玩 SP 那一条线 ，SPL One。嗯。啊，我是玩 Bug。我不太习惯十二 T。嗯，你说 NX 十二 T 哦？对啊。哦。他就是要一直绕别人的、啊，用绕的。我是有玩到90啊，1390。然后就真的绕很屌，干用绕超屌的。我曾经绕死一台满血的 ANX30， 反正就是弹夹车道用绕的，然后打屁股用打针。哦，这台车真的很好玩。这台哦。对啊，机动性超高的。他唯一的，他如果把他的定点式炮塔改掉，改成可以360度回转的，那世界上所有的车都死定了。真的。哇，搞不好！天哪，差点死掉啊！没打中，他没有打中。哦。又难为。刚看吗？对。没错。你不打吗？我在打坦克。哦，刚刚后面。没有了。看到。那个莫名其妙被打。这种都冒充那么多台车啊！看，我只看到台 M4。完全在等我们呢。对吧？好，起码我们收掉一台。当贴五的残血，也没有说残多少。
我可能晚一点才会去打LOL吧。嗯。我跑下去了。那个阿提斯是谁？阿提斯哦，他上线了。对啊，你邀他啊？他是黄玉啊？啊？黄玉啊，另外一个工会成员。哦。我没办法拉他，全信比我高。坦克突然上线是怎样？啊，我刚不小心打 C 关掉了。对，我知道。他说他不见了，他们说他不见了，什么意思？他现在上坦克，我不知道他在搞屁。他已经加入战斗了。他可能要专心练他的那个吧 ，150。T50。因为他150啊，就是九阶中坦，他九阶中坦快出来，我跟他是同一时间练，可是我打得比他凶，因为我就想要练 AX30，然后就狂打 AX90。所以他好像要玩哪个呢？都可以啊，看你。看看。啊，就要玩这个。AT。那我开地狱猫。好。他这边挡得住 IS， 英国的驱逐正面都很硬，真的硬的跟狗啃的一样。那时候我有点被吓到。你有练 G1B 吗？哪台？是法国的五阶重。我没有，法国只有玩轻坦。哦。苏联我也只有玩重坦。哦。比较多元就只有英国了。那时候刚开始玩的时候，把英国全部都玩到四阶。你说刚开始玩坦克世界的时候？对啊。然后就觉得他好坑哦、喔，然后就去玩苏联。英国车。对啊。英国车。对啊，英国车早期都超烂的，他射速快。然后穿身超低。表示应该走这边。结果，谢谢。哦，他们的 VK 要被干掉了。这是 VK 吗？哦有哦，他们的 HT 要被干掉了。哦，三零四是重坦。他们的班长重坦要被干掉了。
哇，304啊！KV one，哎，跑掉了，真是。哎，82，82，82，我还没有清台。然后我把它解决，哈哈，然后屁股的中弹。哦，干，残血啊！你没有清弹？我要过啊！干，FV 304啊！欸，你知道 FV 304在改版前它是台神车吗？不是速度超快吗？速度超快，然后又是走炮。那，啊，现在改掉了，哦？它速度变慢，兼容性变低了。哦，真是才玩到。以前我有个同学都开 FV 304在那边冲刺，然后蹦蹦蹦，把自己当骑士主宰。是的哦。啊，真是我才玩到 Bishop 而已。等一下，我爸要用了啦，我赶快排一排，我要等到下。哦，好吧。队友超级他妈的烂。哦。烂到掉渣。烂到掉渣。哎，欸，我到9点要先下。好。我要去看一下9点有没有演什么电视。然后如果没有再来，那个已经摇了。还好他没有打，哦，他没有打，自己练。然后他爸在带我用电。嗯，哎，到底是 S 八了没啦？他 S 三而已啊。对啊，我在问他有没有 S 八了啊。我吗？我2个月没玩了，哈哈。你之前在干嘛？考试？我没有 GTA。玩 GTA？对啊。你有玩 GTA 哦？有啊。我有玩 GTA， 然后王牌，哎，不是王牌抽查，那个上面房间的全速全身卡活动也有在玩 GTA。你们下次这边一起约去玩啊！马克杯这边玩和各种游戏人都有啊，你可能不问问看谁要玩。可是我 GTA 很低等，我才好像快30等而已。哦，刚开始很好练啊。你是学生吗？欸，啊，对。他是国，你是国中还是高中啊？对我们来说算年轻。你们选一台车啊？好，西街。哎，是啊。Black Prince。我地狱猫还没出来。哦，还没出来。你要等我下，对吧，啊？我地狱猫还没出来。我把我七阶车都卖掉了，因为我2台七阶车都是废车。还在玩 T252？要玩别的。对，欸，好啊。我看看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你开那台，你开那个。这个。我找到。好。你要开 Black Prince 也可以，这台应该可以跟你吧。那不是6阶吗？没关系 啊，我每次都上7阶房。哦，我有分法哦。对对，我哦，没事。
我每次都上七阶或八阶。在打前哨，有人要打前哨？有，他们要打，他们应该会摇吧。哦 ，S 六哎，哈哈。Blackpink 好用吗？就英国重弹嘛，很硬，很硬，车速快，很慢。我的七阶就是对面那台 NX M4， 干超烂的，跟我现在这台车装同一管炮，顶炮、哦。啊，性能有比较好吧？没有，比较硬，就这样，血比较多，就这样，可以多耐个一发吧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。哦。然后他旁边可以摆逆甲，哦，我是没办法摆。Time to roll out。哇，我要等到八阶速度才会变快。你的八阶是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哎，是什么？我先忘记了。我知道你的九阶跟十阶超屌的。我想一下，我忘记了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 T2614 吗？它正面超级无敌硬。T2614 就是我前面这台车啊，超级攀级。它正面是虎式的钢板。然后再加上自己，又在乱误导人家。我在误导玉瑶。干！我只会误导。啊，对对，我八阶是 Challenger。你的八阶？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对面还是你的八阶吗？啊，对啊。他中台。哎、欸。反正就是类似那台的，我也忘记叫什么，然后我被断裂了，残血的爱的啊。你黑王子满装了吗？没，因为我记得黑王子没有爬那么慢。我履带还没换。哦。英国重弹，我不记得都是时速二十吗？我记得后面有变快一点，八阶有啦，只是七阶，印象中好像还是一样。算了，我不。人家的 IS 都要挂，我想帮他一发，起码他被自己人打死。干，我要挂啦！啊！哇，你从我前面。Oh no！我就为了我，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对面，我们要过去帮你打他，结果山上也有一堆车。超级讨厌自走炮的啊！炸掉了！自走炮好玩，自走炮超讨厌。平手哎、欸！
有个加入分遣队的邀请，要接受看看吗？啊？你说那个？对啊。敢玩拒绝的，可以再邀一次吗？可以。你就直接到那个根据地进去就好了。是吗？欸，不是根据地，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啊，那个啊，那叫什么战斗？根据地战斗。我直接跟他说再邀一次，欸，他邀。他们打几阶的？六阶。我们也只能打六阶啊。你们要打根据地哦。对啊，缺一个人。哎呀 ，WT 的发话是哪一个键 ？Q 啊，等下我打改掉。你没有设定那个，我打改成。听不到。我看看六阶嘛 ，T50 啊 ，T37 哦。有遇到 AMB 的哎，靠腰。什么 ？AMB 啊？哦，你说雨枫。所以我遇到 AMB 的，然后一直开 T50。AMB 的，欸，我之前是 AMB 的啊。你说工会吗？对啊。声音，开启语音聊天。一般是最高只有六阶车哦。没有。那有六阶跟八阶。只是六，我们这种工会，这种比较杂的工会，都通常都只有六阶可以玩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选八阶车啊。不行啊，平台是好高哦。我们好多重弹。好的，按一下准备哦。马克杯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你可以那个帮我讲一下吗？讲什么？就是我要设定按键发话。马克杯说他要等一下，他设定一下按键发话。可是我发觉你的按键发话好像有点……你说我的吗？啊，我好了。他的比较好，他的比较好。那个，你有点。好。等他调完，大家等他调完。我觉得你有点小声。我的吗？我的。对。那好，等我再调一下，我再调一下。可是之前有人说调降就很大声。哦。那我打自己调大声好了。现在会很大声吗？现在，哦，还是一样啊。哦，烦呢。之前分呐、啊，没有这么大。你要去调，还有分那个通讯的音量，然后是讲话的音量什么的。之前我阿西声音超小，然后他们叫我去调，然后我发觉他的声音好像有点大。那我调50。